如果删除枪名数字是偶数的枪会怎样？数字有奇数和偶数，假如现在删除枪名数字是偶数的枪，吃鸡会有什么改变呢？变化一，地图栓具只剩一把。游戏里地图栓具一共有四把，分别是 98K、M24、运94和莫辛纳杆。前面三把枪名数字都是偶数，所以现在如果删除是偶数的枪，那地图栓具就只有一把莫辛纳杆了，将会变得非常稀有，喜欢栓具的玩家难受了。变化二，空投武器大幅减少。空投武器现在一共有九把 ：AUG、FAMAS、狗杂、MK14、P90、AWM、AMR、M200 和 MG3。在这么多的武器中，有三把枪名数字是偶数的，他们是 MK14、P90 和 M200。空投武器一下子少了很多，喜欢玩 MK14 和 P90 的要失望了，少了两大神器。变化三， 5.56 步枪家族从此没落。这样一改， 5.56 步枪家族也要没落了，因为 M416、M16A4 和 G36C 都是偶数，地图 5.56 步枪就只剩下 SCAR 和 QBZ 了，海岛图就只有 SCAR 了， 5.56 步枪就没什么人用了。 7.62 步枪将迎来人生巅峰。